如众则如需要菩萨。有泥，泥如众啦，如垃圾的泥呢，那长出来的莲花呢是越漂亮。所以污泥因为莲花是美化，那呢这个作恶的世间因为有菩萨啦，和这个作恶的世间呢，那该美化掉啦。祈求莲花在污泥，莲花也因为有污泥，所以它绽放起来。那无有真污浊的泥啊，花嘛未开个真水呀。所以讲起来，要成菩萨啦，就是爱伫安尼污浊的人间啦，成长了菩萨的道心，听有无？感恩大家吼，一定要记着师父讲，人间菩萨救生。